啦啦啦，我系723啊，新嘅一年又嚟啦，大家新年快乐啊！咁今次嚟抽呢一个超级猫咪制啦，咁啊当然希望抽中我哋嘅三隻嘅，其中一隻都 OK 噶啦，蓝眼嘅一元啦，咁咧都系9%噶啦，其他嗰啲就都系咁样啦，去精选一啲出嚟嘅。今次系11张券，咁啊新一年嘅新开始，希望今次会有成年2020整年嘅运气啦。诶，第一只出嚟咧，好似系冇嘅，浴缸猫啊，机器油咧都唔错，第一抽机器油。阴阳师，阴阳师冇就出嚟啦，我成日谂起隔篱阴阳师。好，再抽啊，第三抽呢个系，会飞嘅魔女，系差唔多啦嘛，第四抽，你系超级啦，你系激稀有嘅。旋转寿司，好，再嚟啊！系时候出嚟啦！未出到嚟，佢出紧嚟噶啦。其实我哋再等下佢啦，下一个就会出嚟噶啦。哎呀，龙族啊，系啊！龙族好似系冇嘅，太好啦，冇重复。龙族就因为唔系好熟啦，迟啲要再睇一睇有啲乜嘢嘅属性啦。好，再抽啊！好嘅开始，超级出咗一只，即系话应该后面系仲会有嘅，我哋要相信后面有。哦，呢个系撑杆跳嗰、那个，都好多激稀有喎、啊。其实啊，今次仲有4张啊。超激啊！讲一讲就中啦，呢个系小丑嘛，我记得系打远距离噶嘛，好似系，唔系好确定，迟啲再睇下。不过太好啦，今次有2隻超激啊，睇下仲有冇，仲有3张。我哋嘅蓝眼非常之期待佢登场啦。哦，都系激稀有喎，冲浪猫，哇，好多激稀有喎，今年啊，今年嘅2020。1月1日 ，OK， 遮住咗佢样，好，最后一抽，11张就抽晒啦，睇下呢个系 ，OK， 都系机器油，哇，劲多机器油啊，然后送咗啲招福券啊，顺手去抽抽啦。招福系好似系少少猫咪啊嘛，跟住仲有啲道具啦，差啲啦，我真系好细粒，好耐冇见过佢哋啦，哇，咁啊差啲就多多都要嘅，好需要，好似都唔错啊，咁我仲有1张。好，取得1隻，另外咧仲有1隻，诶，咁样最方便啦。诶，顺手整埋只浴缸啦。睇图鉴先。打漂浮敌人嘅，同埋令佢变慢啦。睇佢行得都唔算慢嘅，因为之前嗰个龙族行得好慢嘅。哦，
到小丑咧，就系异星同漂浮，破坏力好强啊！然后打完佢个关卡咧，就又拎咗张金券啦嚟抽抽。哦，小恐龙有用，呢、这个要顺手升埋去嘅，因为最近需要啲会心一击嘅角色啦。咁既然都系啦，顺手啦，将佢进化埋。咁啊，小恐龙就变咗我哋嘅2020第一只进化角色啦。哇，超可爱！睇下面嗰只，佢系一只恐龙。O K， 好正。然后本能就可以开呢啲啦。之后再搞啦，呢啲就喺图教我睇一睇佢嗰个进化史先。原本系咁样嘅，得一个人啦，跟住就多啲肉啦，然后就收好咗只恐龙翻嚟啦。下次就再见啦，拜拜。